然后其实刚刚原本放影片的时候不是这一段，其实他其实是审查者还有特别做另外一段我们自己的部分，就没想到接错段了。但是他是我国小非常非常好的朋友，但你也知道我国小朋友没几个，对，国小好朋友没有几个。那今天呢他已经下到皮皮床了，所以我们就让他讲他应该要讲的话。可以开灯吗？我很紧张，你快一点，我快尿出来了。我要跟你说，今天是我们交往的第1689天。很高兴在这些日子里可以有你的陪伴，我很骄傲。你不要笑，我会紧张。我很骄傲，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，虽然有时候会有点不愉快，但是我们都会冷静的沟通。我很感谢你在我们交往日子里对我的包容跟体谅。昨天我做了一场梦，假的啦。我梦见了上帝，上帝告诉我说，从今天起，我未来日子里不可以没有你，所以我要在小球，你的好朋友，我的朋友，还有在场所有棉花糖的歌迷面前保证。会是你跟我相处的最后一次。我讲掉眼泪，但他没有流眼泪。未来的日子里，我要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度过，我不会再让你流眼泪。最后，我要问你，我想要结婚了。新娘还没有应征到，你愿意当那位幸福的新娘吗？
饼吗？马上拿饼。马上要什么？拿饼啊！我开始不紧张了。而且他女朋友就直接在台上，然后就对着我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个信用卡期限太短了。”然后他男朋友就跟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紧的啦。”他们都很期待。来，我帮你拿吗？帮你拿卫生纸。他签你的名字啊，不能改名哦、啊，改名这张卡不能用。你不能随便洗。哇，你要对着镜头签名。